你好，欢迎收看启动成功，我是刁民。启动成功今天要拜访的这一个企业是讲究美丽与魅力的企业 Ivoria 集团，成立于1990年，前身叫做 Bonita 集团。这个集团旗下的品牌从首饰到化妆品，在马来西亚、中东、亚洲都得到非常大的殊荣，拥有20多年美丽与健康时尚行业的经验。今天我们就来拜访这个集团非常富有远见的领导人张爱雄先生。Hello, Mr. Tio, ada? Ada.嘿、hey, ，张先生， hey, 你好，很高兴见到你。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其实有些东西想要你指点一下的。投资大家都想到金钱嘛，可是你好像对投资有其他的看法。对，我认为事业的投资重要，那么健康的投资更重要。你的健康的身体才可以塑造成一个健康的那个事业。哎、hey, ，说的也是我。好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哎、hey, ，好啊。所以这就是你所谓的健康方面的投资了。对，打高尔夫球，常常都会来打高尔夫球，常常都打，松弛一下，对不对？对，就是说创业初期呢，我就用时间来换取金钱了。那我不希望我老的时候就用那个金钱来换取健康。哎呦，那换句话说，就是说把那钱送给医院吧。其实我常常觉得打高尔夫球是一种娱乐哦，因为这个风景非常漂亮嘛，18个洞。将这个小小的球打进小小的洞也非常具挑战性，每一个洞都有自己的障碍跟挑战，这跟做生意一样，对吧？对，其实是不简单啦。那如果要打好球，除了要有好的球艺之外，必须要有很高的那个 EQ， 还有一个很冷静的那个思维，再加上还有一些策略，这些条件才可以打得好，就跟生意差不多是一样。我知道你还蛮注重个人生活的，而且也知道呢，你开始做生意呢，身边就有一个很忠实的支持者，也因为他，你开始了你的生意。可不可以来说一说，这是一个爱情故事，对吧？可以这么说嘛。那当时是我的那个女朋友啦，可以说是青梅竹马，我们在中学就认识了一个青梅竹马。后来大学毕业过后，她也跟我一起创业。其实你会选择这一门生意跟他的喜好有关系。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那我们就选择了他所喜欢的那些饰品，那么以美丽为健康的事业来做。所以因为他爱美，所以现在你们打造的品牌全都是从头到脚都是以美丽为主题的。对，美丽与魅力啊，这个主题很符合你们的。对，走在大街上，你轻而易举的就会发现首饰佩戴者，无论是男女老少，他们所佩戴的首饰从材质、设计到内涵都逐渐趋向个人化和艺术化。有专家说，近50年首饰界正在进行一场潜移默化的温和革命，很多人都用新思维为这些设计注入了新的气息跟新的魅力。首饰潮流也让马来西亚的潮流逐渐成熟化，同时后也在全球掀起了手工热潮。所以如果你是年轻的朋友又想要创业，不妨往这美丽商机想一想。这是我们的那个吉隆坡的第一家门市店 Bonita， Mi Valley 一开你们就开了。对，所以是跟 Mi Valley 的历史是一样悠久的。对了，冠名帮你介绍 Si Valley。 嘿、hey, 你好，你老婆。对，这就是女主角了。所以你们一开始开这个店的时候，你们选择了在新山开店，对不对？那个时候你们跟父母亲说要开店，父母亲的反应是？他很支持啦。其实我们创业的那个灵感源自于在我们美国求学的时候啊，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就是连锁加盟店很流行嘛，一回来的时候父母亲的鼓励和支持之下，那我们就步入了这个商业。那时候就父亲就拿了50000块，那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创业了。所以是50000块就是你们的资金？对，一开始的资金。除了资金之外，它也是一些精神上的支持啊，还有那些给我们自由发挥的空间啊，
再加上我的那时候还是你朋友的那个协助之下，那我们就步入了这个行业。这些生意的手法或者是理念跟经营的这一个想法哦，其实跟你们父母亲本身也是有一些关系，对吧？他们本身从前也是做生意。对对，或者是说可以说被家庭的影响啦，所造成的那个性格。比方讲，我父亲他是比较有远见，而且比较大胆的一个人啦，所以或许是这样的情况被他影响了。父母亲对你们的影响，除了在事业上的这个打拼，在个人个性方面也有一些影响，对不对？他会比较乐观的啦，一直强调的话，我们一定要 think positive 啦，往往要往好的那一方面去想，那就不要怕失败，就要敢于尝试了。乐观这回事哦，在我们很顺利的时候很容易乐观，在我们很不顺利的时候就很难乐观起来。你们最难乐观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们遇到最大的挑战？我们都还在学习了，这个是关于那个 EQ 的那个问题了。那我们都在尝试，在控制住，我们都要保持乐观，要来带领那个一个团队。所以我们每一次都要，每一天都要保持着那个乐观的心情去看待每一件事情。他常常告诉我说，万事都能够解决的，所以不需要太担心，船到桥头自然直。第一家店选择在新山，对，那是我们的所谓的柔和，是我们的老家了。我们选择在我们熟悉的地方创业，那时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很对，因为马币和新币的差异太大，那时候很多新加坡客人来新山购物还有吃喝玩乐了，那时候时机是很对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步入了这个行业。所以第一个投资是成功的，第一家店非常成功。可是后来据了解，你们就往北上，虽然还是在柔佛州，去到拔堵啊，去到麻坡，就你们自己的老家，可是好像不成功，对吧？对，那时候就比较缺乏了一些经验了，那时候就是往一些比较小的城市去发展啊，比方讲是基隆啊、马祖啊，那些人口比较少的地方，再加上那个购买力也没有这么强的地方，那些都是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宝贵的经验了，都不成功。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要放弃，就觉得可能要做连锁店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很低潮了，大概是三年过后了，我们就有一个在谈的时候是否需要放弃，因为那时候真的是一天才做一两百块的生意啊，真的是差不多撑不下去，根本不能够维持我们的那个日常的那些做戏的那些费用。怎么撑下去？那个时候什么东西是推动力？最终我们是坚持了，还幸好还没有放弃了，是我们的那个坚持的一个理念。一定有一件事情让你们觉得说不要那么容易放弃的，有吗？有特别的这个东西吗？其实可以这么说了，是一个可能是我的性格的关系嘛，我比较敢于冒险，永不放弃了。因为我们想那时候就创业没有经验的情况之下，在亲戚朋友都不看好的情况之下，是说啊，那你都没有经验怎么创业呢？那我的性格呢，就是比较喜欢挑战，在比较大胆的之下，那我是想到我没有什么损失啊，我还有年轻还有力嘛，万一失败了我可以重新再来嘛，那无所谓嘛，那就抱着这个的那个心态，所以我们步入了这个商业了。如果有一个人想要创业，想要进入这个行业，你会给什么样子的一个劝告？个人呢，我认为呢，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格局，就是说敢于冒险，有冒险精神了，不怕失败了。接下来呢，还要亲力亲为了。就是所谓的力不到不为财了，这个概念，所有东西都要亲自去学会，对，然后将它做到最好，对，还有亲手去做这种。在整个过程的话，你会体会到还有很多的那个邪气啊，而且是你意想不到的，往往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有时候遇到越多挫折，越多学习的机会，对吧？对，那个我不认为是一个失败了，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经验换回来的。所谓的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张爱雄曾经在麻坡失败过，但是世事无绝对。90年代，麻坡的购买力不强，连一间商场都没有。千禧年之后，商场建起来了。张爱雄带着他集团旗下的化妆品牌
重新回到麻坡，这一次成绩非常理想，而且比预期中还要好。他就是这么一个个性，在哪里跌倒，他就要在哪里站起来。所以这个就是你们的，算是一个岛屿店，对不对？对对。大概有98%我们的那个店都是属于岛屿型的，一般上都会在商场的大厅。对。所以人来人往的时候，马上就可以看到你们的品牌。对呀、啊、对呀、啊。360度的那个感觉还蛮好的。对 对, 对。刚才我来的时候啊，就提早到，就看到你们的员工其实都很快乐、哦、都很花心思去装扮自己啊，然后在工作的时候态度也非常的可敬。其实你们对于员工方面是不是有特别的一个培训还是怎么样？其实我们有一套很好的一个培训的那个课程啊，就是说培训他那个产品知识啊、礼仪态度啊，再加上顾客的服务的态度啊，那么就是我们就一个月里面有2个课程他们必须要上的啊，就是说培训再培训了、啊。是是是，尤其是在这一个行业哦，彩妆行业服务很重要，对不对？看到你们的这一个柜台摆设出来的东西，我也发现一点，就是你们的包装其实都很轻便，都很简单，有特别的原因吗？对对对，那为主呢，我们最主要的话，这些包装没有这样花俏，没有这样华丽，因为我们要拉低那个成本，简单化，然后最主要就是说回馈给那个客户啦。然后间中的话，我们这个产品的话都是从那个好像这个 mascara 是从那个德国来的。那德国你会想到说，哇，一个 Europe 的那个产地肯定价格是很高，我们把那个产品的设计啊包装拉低那个成本，然后间中的话我们又把那个就是直接从厂家进来的话，然后成本也是相对的是比较拉低了。所以现在如果花太多钱在宣传啊、广告啊，成本其实就是附加在顾客身上。对对了，这样子的方式就比较直接了，为大家省下来了。是。据了解，你们是因为在之前在装修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才坚持现在了哦，大多数用这个岛屿店的概念，对吧？对，我们就从我们的失败的案例嘛学习到的，就是说以前我们投入很多的那个装修的那个成本啊，万一做得不好的话，那我们就全部白费了，亏损了，完了。哦，因为装修都全都可能锁在墙上啊，在天花板啊，在地上，很大的一笔费用。也就是说，现在岛屿店的这些装备都可以随时移走。对呀、啊，那保安系统也做得很好啊，只是轻便的把那个门一拉上来的话，那么就锁上了，就很安全的。那么就是说，它等于是说那个货柜架跟那个展示架是一体的，门一关上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货柜架，是门一放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展示架的，所以我们用的那个空间很小，很方便，就是空间的利用，就没有那个店铺必须要不断的将这个货柜架或者是这个展示架搬进搬出的麻烦。对，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店铺就是说全都是在阳光下的，你就没有一个后台或者一个所谓的后门，一般像我们在店面做事情如果有一个后台的话就比较方便做事嘛。这样你们会不会担心360度都让大家看到？其实在零售的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是最最有利的情况之下嘛，因为 exposure 大，有4门面嘛。主张美丽从头到脚就是张爱雄夫妇的企业理念，于是他们前后开创了首饰品牌和彩妆品牌，鞋子市场就是他们当时候接下来将要进攻的一个市场。根据旅游部的统计，来马来西亚的游客20%的消费会花在鞋子上，那就是为什么近年来马来西亚的鞋子市场越来越精彩，市场蛋糕越来越大。这家店的感觉就有点像是专卖店一样，是一个概念店，卖的都是鞋子。为什么会从首饰到彩妆然后来到鞋子呢？为什么会选择鞋子这一个行业？其实我们的集团呢、啊、在做的就是健康与美丽的事业，鞋子也是一个美丽的事业。那我们开发这个鞋的那个灵感源自于我们在韩国香港考察的时候，在地铁站看到60%以上的女性都是穿着平底鞋在走街，那么再加上呢国内呢我们这一块呢就没有人专注于在这一块平底鞋这一块，所以你们在这一家店卖的都是平底鞋，平底鞋为主。
可是在这一个系列当中，我看到你们所有的这些设计哦，不只是彩色非常丰富，也有一些很特别的系列，包括了母女装。为什么会有母女装的这个概念？以前我女儿小时候，我都很想说，买那个跟她一样的衣服啊，跟她一样的鞋子啊。可是，在马来西亚市场都找不到。在我女儿年纪小的时候，我得不到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就懒了这个概念嘛。所以你们在选择生意的时候，很大程度上都是依据自己喜欢的、自己的这个兴趣或者自己热爱的那个行业去发展，对吧？对，除了兴趣之外的话，那么最重要一点就是市场有那个需求了，那有那个商机，所谓的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 untapped 的 market， 那我们才步入这个行业的。说到平底鞋的时候，可能我们说马来西亚人穿平底鞋的习惯还没有正式建立起来，如果要你来讲一讲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去引领马来西亚人开始穿漂亮的平底鞋？对对，在一般的人的那个思维来讲的话，他认为平底鞋是很舒服的。其实呢，平底鞋除了舒服之外呢，也可以把它做到很漂亮啊，很线条美。比方讲，我们的那个就聘用了韩国的那个出名的一个设计师来做了这个平衡点，舒服和线条美的那个一个平衡点。在开发一个全新的市场，你要有很敏锐、非常非常敏锐的这个观察性，对不对？你本身去到什么地方，你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观察他们的一些消费习惯，对吗？做生意考察的时候，我们就会看看那个周围啊。比方讲他们的潮流是什么啊，他们用的饰品是什么啊，那认为这个不错的话，在马来西亚很切合的话，我们就会把它带进来，引领进来。如今张爱雄夫妇集团下的三个品牌都已经渐渐迈入成熟的阶段，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觉得满足。今天他们看见了另一个适合年轻人经营的市场，网络销售。从传统的零售和批发转入网络销售，这个转型的确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这一个企业算是一个全新的尝试，这一次你脱离了这个零售方面的，就是直接在店面上卖东西的形式，而进入网际网络的时代，通过网际网络去做一个行销。为什么会有这一步？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子的一个企业模式？现在呢，就是我们已经步入了一个一时代了，就是换句话来讲，就是说在网络做交易。那么我们传统的零售业呢，不只面对竞争跟同行的竞争，那么现在也面对的跟那个高科技的竞争，那就是所谓的那个 e-commerce 啊 m-commerce 啊，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就塑造了这个 Inuka 的诞生。那是会不会形成一种自己打自己的现象？你刚刚说零售的方式慢慢会被淘汰掉，然后你自己又创造另外一个品牌，其实也在卖可能是护肤美容的产品，对吧？这样会不会造成一种自己的品牌在跟自己零售的品牌在对打？其实不会啦，现在我们步入了就是一个所谓的那个 multi channel， 实体的那个零售店我们还也在操作传统型的，那么现在因为整个商业环境在改变，已经步入了这个一时代，所以我们已经有化解到了。那如果我们没有步入的话，可能我们会有危机的产生了，在未来的10年、15年。就是说，你因为看到了危机，所以在寻找一个转机，而步入了这一个行业。对，我自己常常有一个疑惑：作为一个大企业的老板，同时后拥有那么多不同的品牌，你要怎么样去兼顾每一个品牌？而且你们将每一个品牌都经营得那么出色，我认为呢，企业要成功呢，必须要有一个很专业的团队，再加上一个很健全的那个制度来操作。那我们比较善用人才，那么就潜力下放。那当我们设定方向之后，我们会做一些少许的监督工作，确保一切顺利，跟着我们的方向走。权力下放，这也就是说在用人方面要非常精明，用人不疑嘛，疑人不用嘛。那我们当聘请他的时候，我们就权力下放给他去发挥，根据我们的那个大方向，就是他发挥不了的话，我们会做出一些决定。有没有在工作上有冲突，然后变成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而有摩擦的？因为我们上班的时间也一样，下班时间也一样，我们两个人都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放工上了车的话，还没有到家之前的话，公事全部都不谈，都不带回家。一般上我会比较坚持我的那个原则，
坚持的、哦、我认为是对的话我还一直坚持的，不会用那个感情来做那个决定。我的角色就是以他为重啊这就是贤妻良母啊、虽然都是女强人类型，可是还是 我还是以我先生为重、以家庭为重。作为女人啊，你现在跟老公一起打拼，一起创立这个事业，如果要你讲一讲当中的利和弊，你会怎么讲？利的话我就觉得好像当然跟老公在一起打拼的话，间中可以扮演着他的那个左右手嘛，然后可以一起服侍他，一起去共同努力，那间中的酸甜苦辣大家都很有共识，很明白那种感觉，那种感受啊，才会去珍惜两方面啊。那 B 的话，那我觉得刚才我先生有说了，偶尔you know, 工作上面一定会有一些口角，一些意见不合啦，那我觉得那个是基本上是小问题啦，那些都可以去解决的啦，用理智去解决。对，年轻人很多时候都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一片天，所以创业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作为企业家，由你们来讲一番话去鼓励一下这些年轻人，或者是让他们知道一下做生意应该有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啦，如果是要做企业的话，要做生意的话，必须要有冒险的精神啊，那么还要有一些规划，有眼见，那么就朝着你的那个规划和目标去执行，最终不放弃的话，最终一定会成功。你们有没有试过在冒险之后那个危险成真而后悔的？有吗？目前的话一切都还蛮顺利的。那我们每次有在聊嘛，就是说万一我们失败的话，我们还是我们的经历啊，我们还可以重新再来啊，比方讲我们是可以做一个那个小贩啊，我们都就是说做最坏的那个打算。整百万的企业你可以让他失败，然后再放下身段去做小贩，这有可能吗？这个就是我们所做最坏的打算了。那么我们就有那个冒险的精神了，就是在背后的支持是做最坏的打算。所以是有最好的规划，可是最坏的打算。这个东西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应该是蛮受用的。张爱雄觉得做生意要懂得求新求变，以应付每一个时代不同的需求，这道理跟拔地瓜是一样的。虽然你要拔的可能是一颗地瓜，可是如果你不去尝试，你不会知道这一颗地瓜其实是一串地瓜。所以勇于尝试是十分重要的。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对成功夫妻档的模范合作形式，祝福他们在这一条为美丽经济打拼的路上可以走得更长更远。我是标明，下一期的启动成功，我们再见了。